现在我在往那边走，刚才我在找个小树林方便了一下。这面的公共卫生间太少了，而且最少都是5块钱，所以呢也没办法。住宅区，尤其是住宅区这边，基本上没有公共卫生间。然后我现在往这个老城区那边走过去，其实我现在越走越远了，我应该往这个我的右手边那边走才是对的，但是这边好像没有道啊。哎，你看他这写的是，这边过不去，这边，是吧？过不去，只能从这边走。我就先绕绕看吧，能过去就过，过不去就不过。哎，很多信箱啊，那边。